OK，好，目前这个制作方式其实对同学来讲，应该其实还蛮算很快的操作想法。那唯一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，你在一开始找贴图的时候，他们的彼此的纹理密度要接近，又来了，这个又要再改一次了。好，纹理密度要接近，然后呢，你在 Photoshop 排贴图的时候要预。就是心里要先规划，就是要有个准备，就是规划好，彼此之间会占用的区块面积，让他们的贴图比例是一致的。然后，一般来说，最终会剩下一些贴，那个还会留下一些空间啦。我现在应该也是还会，空出一些空间，就是这种制作方式，因为我们不是先拆 UV 排好以后才去放贴图。而是，我根据我已经看到的贴图分解以后，还有，一开始我们说过要先分析这张图，档案开出来，要分析那张那个设定稿，就是包含它所用的材质，然后你会用到的，它在那个整个画面上占的，就是。比例大小就是那个模型，这张图在模型上会占多大的空间，大概都要先估算一下。好，那当然也考虑到我会有互用的关系，所以这一块也许它其实只要这么大，可以贴所有的每一面，如果都一样的话，但我特别弄一个比较大，就是为了我方便好贴。所以其实真正最容易辨识的比例，其实是大概就是窗户这一块。不过这个是我后来才加上去，那我们现在再继续把其他部分加上来。那我们在找贴图的时候，我有讲过，像这张其实最符合我们设定稿的图，可是很不幸的，这张就不是无接缝贴图，然后再来是它有浮水印，这样就变成除非你手动去 Photoshop 里面辛辛苦苦把它修掉。但是解析度你没办法提升了，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。修成无接缝还比较容易，但是解析度没办法上升，比较麻烦，所以可能就只能找适合的、能用就好的。那看你要找哪一张，像这张来讲呢是 OK，无接缝，大小好像也样子也还可以，可是有问题，它解析度不足。你跟我们其他的用的一比就知道，所以。哦，最终应该用这张，把它拉回到正常的大小。OK，好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因为我那个一块墙大概是用这个解析度，所以屋顶，差不多也是这个大小，差不多，大概要到这个范围，找个地方放。是不是放在这里？不一定，也许搞不好放这样也不一定。好，就是这个要看后面的图的规划啊。就是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东西或者你把它这样子放，大小就是排到一定的大小，然后这样子我已经吃掉用掉半张图了。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来看，用掉半张其实合理，因为墙面。木材跟这个是它的主元素，我已经用掉半张。好，那另外也可以顺便再把其他拉进来，这个我先放着，等一下再来排列。因为我们的做法就是，我知道我要用哪些图，然后就把这些图拉进来。石头。好，那这张的缺点一样，它不是无接缝，所以。按着去，拉不，它刚刚一直拉不到。那其实这张解图解析度很高，只是拉进来变很小而已。那你可以跟这个做比对，大概要接近的解析度，因为你可以看到上下的关系的比例，这一块的大小跟这一块的大小很接近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上面，如果我这一块的解析度要看起来跟这边的解析度是一致的。是这个意思，我所谓的解析度的概念。那所以如果我要把这一片放这里，还是我要把这一片转过来放在这里，那你就要考虑一下旁边的怎么排。
就要考虑一下旁边的怎么拍。然后这张来讲，我看起来我的习惯，我自己的习惯，就是再讲一次。里程记录，重新，因为刚刚转的时候我忘记按 Shift 了。如果你要用这样子排列也 OK、哦、也有人是采取这种排列，就这个部分没有一定怎么排、哦、你觉得喜欢这样的排列就用这样子的排列方式，中文输入，好，那如果是这样排，这一块就要上了，就要上了，然后就会需要做大小重新校正。如果这里排得下，也许就排这里。因为通常我会尽量先塞满。好 ，OK， 像这样子，哎，也可以，那我就保留这个形式。好，那但是先开个 set 给屋顶。在中文输入吗？好，进来。好，为什么放在这里啊？因为我要把 Ground Map 拿来用。我们之前也下载了一大堆污损的贴图。那这张，当然这时候就是要它出厂的时候了。你是要让它变成覆盖，还是变暗，还是加深颜色？啊，这个部分就看你的需求。啊，你觉得这个地方看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？那我觉得它应该比较适合加深颜色。然后调一下位置。顺比例修一下，好 ，OK， 那透明度太强，就自己调多一点点，哎，看起来就是屋顶有一些脏污，就 OK， 好。那如果你觉得还要再加，那就再找，这个应该可以。再追加一层，我们来看看，让它是，如果这个是色彩增值的话呢，这张太斑点的那个比例太强烈，啊，就是斑点，就单纯就只是斑点的比例太强烈。对，是不是在调很淡？只要加上一点点效果就好，我只是要一点点。或者换成，如果变亮呢？变亮不好看。线性加深，好像还不错。大约这个强度。好，那至于这一张要不要给它就是加滤镜，比方说给它一点点模糊之类的，保湿模糊，好，就是避免斑点过强，
这个就看你自己操作的习惯。哦，现在是给它加了一点点。啊 ，OK， 那石头也一样，这个石头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。啊 ，OK， 然后我们这个墙好像它的 grunge 做的不够强烈、明显，不过没关系，就先这样。那我们来处理，等一下就来处理屋顶，这个可以存档。回到 Max， 好，那因为我们的这种操作形式的关系，所以这时候其实你可以选所有的模型，就不管31、21，把这颗材质通通丢上去。就是我们已经有贴图的这一个，它怎么没更新？好，更新了。好，就通通丢上去，那这样子。我们在一层一层处理的时候就你只要 RevVW 它就有这张图可以检视在哪里，好，就比较好排列，像这一层我现在只排了这一排的墙壁，那这边是不是也要做处理，然后这边是墙那个门先不管它，好，像这个是窗户，好 OK， 看一下，对，一片窗户，然后这里都是墙面，那就很容易处理，缩到类似的大小。Ctrl B 快速键就这个，好，快速键打断，搬上去排。OK， 那很快的这一面就上去了。好 ，OK， 请问一位同学。